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新闻，我是主持人龙龙。AIPC 元年来了，记忆体大军这八档概念股半先锋。AIPC 是一种具备生成式 AI 功能的电脑。能够利用 AI 来扩增并改善 PC 的工作，从 ChatGPT 引爆 AI 商机的开始，就有人称今年是 AI 的元年。 AI 热潮在全球席卷，从台积电、联电、联发科到英特尔的法说内容显示， PC、 笔记型电脑、手机、消费性电子正从低档中慢慢往回升。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更宣示 AIPC 是下一个重要时刻，看好未来两年内 AIPC 出货量看上1亿台。而专家表示 AIPC 要用的 DDR5 记忆体相关的有茂达、威刚、南科、联发科、创意、智源、威盛、羚羊，股价皆反映明年 AIPC 的大成长。那以上新闻提供给大家参考，要审慎评估风险哦。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客新闻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